看喽。那你们怕我怎么样？啊，不是，不要被影响吗？高峰比重要，今天起舞啊！我可以起舞啊，唱歌人不是我，你鞋。我觉得这个过程吧，那把事情做好，我觉得持续的为社会付出，难道还感受不出来我和我太太的诚意吗？我们就是为台湾这片土地在付出，在努力、啊、其他的也我觉得不用多回应彼此，我觉得我们两个是彼此的陪伴，互相的鼓励，时间一长自然而然大家可以感受，这样就好了。那你们是不是也定义他以后在社群的影响要更积极升级？一直都知道，我是叮咛所有人都是这样啊，可是他这个你也会叮咛你自己吧？不是啊，我在说不会啊，没有哎、欸，我怎么会这样？不是，我以为你在问自己话，说哎、欸，我要特别叮咛谨言慎行什么？没有别的意思。Sorry， 他会叮咛我自己也会叮咛我自己，每个人都应该是要这样，但是。我觉得不能这样嘛，就哎，看到你看到你不开心的东西，你选择尊重嘛，对啊，这个我觉得就是大家都是一种互相学习嘛。他也没有去攻击任何人，哎，他抒发他自己的一个情绪，我觉得就往这个方向去就好，分享音乐啊，分享好玩的事物，家庭啊，就往这个方向就好。至于这些留言或批评、谩骂啊、或攻击啊，这个没关系，只是。Part of life, OK. 如果 care 的话，我现在做不了 plus B。每个人承受的能力不一样，那我是因为已经死猪怕肥水烫，也不是了，不是，对，死猪还是会怕痛，总是会找到这个见缝会插针。可是你怎么面对很重要。一般人就是暴风雨来一定会闪躲，可我现在已经学习到享受在风暴中边起舞。这是，就是不一样意见了。可是炮火很猛烈的时候，而且是让你变成有理说不清，或者越说越模糊，或者是一个风向刻意带到不一样的一个想法，你依然要往你的梦想去坚持。你会再推出作品吗？看喽，看你们炮火怎么样。啊，不是，不要被影响吗？高峰比重要，今天起舞会起舞啊！我可以起舞啊，唱歌人不是我，你鞋，你以为？你不错，我觉得你不错，马上就用到翩翩起舞。先把这个事情，他个人呐、啊，我就是 enjoy 现在的生活，未来想在台上唱歌这件事情很重要，就把日子过好很重要，学习就是。翩翩起舞，因为最近很少扭动。专辑名称是这个，对不对？翩翩起舞啊，不错。